丘比特是掌管爱情的神，有着一个小天使环和一对小翅膀，只要他的箭射到哪一对男女，那他们一定会彼此相爱。是一位姻缘神，只要被他写在姻缘簿里，月老的红绳子拴住哪对情侣，此后必成佳偶。看看月老来了，我们要开始拯救台湾的生育率了吗？挺好，就开始拯救。来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是那个吗？还是我？那对吗？听说那个难搞哦。Why？ 啊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认识啊。有差吗？谁开始了啦？其实我们东方的韩旭。关南。啊，这么直接啊？咻！直接射了、啊！咻！你一定要这样吗？那我也犯罪啊！不行啊，在想什么？你现在想怎样啊？你腰身就射在我身上。好啊，来啊！他们都忘了，绳子和箭射向谁，两人就会爱上对方。